小曾是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，拿球自己往里走，上来得分。可以看到福斯特跟他的这个身高确实还是差了一些啊。小曾，这要我们说这就是个好帽，这就是好的任督二脉。小曾，哦，二加一。漂亮，是没错，这个戴森丹尼尔斯传球传得很棒，目前命中率100%，发球命中，这个篮板的争抢也非常的积极，没错，小曾在要球，漂亮，自己打，漂亮，小曾左手抛投打进。对，确实点人队经常就是在不经意间啊，这个分差就被拉开了。是阿迪，得分最多的是麦克尔福斯特，拿到了14分。哦，小心小心，哎，小，哎呦，小曾，主要记得小曾之前有崴过脚，所以就特别担心他在落地这方面。